说中文难，说地道的中文难上加难。您看，篮球场的现场播报员就被咱们的中文给难住了。看到我们的记者，他掏出笔来，赶紧请教。孙，凤，凤，五，五光五，孙凤五，别说，这十分钟的短教学还真有效果。李湘湘，对，宋小云，季妍妍，赵旭旺，生怕自己把刚学的给忘了，这位老兄干脆拿出手机录了一套标准版回家复习去了。